中二生。哦，一副好酷的感觉。你去找东西打，这边装备都也太优秀了，知道吗？这是怎么搞的啊？啊？哦，鞭炮！摧毁了我们的家园，各位勇士，我们要去战年兽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快快快，我们去放炮！呀，来来来，搞起来！哦，上来就是三级甲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哎，我这还有三级甲，还有 M249，来吗？要吗？哎呀，快跑！年兽将要出现，各位勇士，请迅速转移到安全区。快快快！我们是不是要所有的人去打年兽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想的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应该跑到安全区去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安全区了吗？又不打人，走，我带你放炮去。嗯，诶，为啥咱们长得一毛一样？是的。你打我干嘛？走开。年兽在哪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搞他了？这个要等出生名告诉你。那你东西捡够了吗？子弹够了吗？你有多少子弹了？年兽即将出现，你捡了那么多，我只捡了180发子弹，怎么办？我岂不是要凉凉？哦，来了！请各位勇士在限时内击败年兽。哦，这样玩的吗？啊，这个逼哦，你们就这么就倒了？我没子弹了，怎么办？这是旁边有那个小的箱子。哇，这个年兽好凶哦，老哥！我没子弹了，怎么办哦？完了，一点子弹都没了，救救救！这里有啊？哪有？我有一把是吗？你在哪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。哎，这有。旁边有那个空投箱子，空投箱子里面有配件，枪和子弹和药包。我捡的时候就被年兽打倒了。捡来就行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不过我输出比你打得高呀。
你看我全场输出马上都要是最高的。打我！哦，滚滚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。太可怕了吧！我刚站起来又倒了，这个变态吧，可能。模式有防御。啊，我咋看不到那个 B 在哪了？他在天上。你早说他在天上啊！我打了半天空枪了。这太傻了吧！是太恶心了，这个年兽。感谢各位骁勇善战的勇士，成功驱赶年兽，守卫家园。
我这也太垃圾了吧，一共八个。